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所有来临红馆看我演唱会的观众，你们是你们将我摆上这个舞台。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艺人，因为有你们一班永远这么支持我的朋友，多谢你们。今晚是一个非常例外的晚上，加料好不好？ OK， 但是加料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听我讲一番说话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想我自己不算是一个太孝顺的仔，因为其实由我开始唱歌到现在呢已经有十几年，我开演唱会也都开了很多次，每一次我的妈妈都会坐在这里跟我分享我的快乐，但是每一次我是真真正正点一只歌给她听。我妈妈今晚也有到，妈咪为什么你可以生到我这么得意这么靓仔的呢？是不是你那晚心情跟爹地特别开心特别嗨呢？妈咪，我今晚在这里送一首歌给你，同埋另外一位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位好朋友，就是你的契仔。在我最失意的时候，经济最差的时候，他可以将他所有的人工几个月的人工借给我渡过难关。你知道我讲紧谁呢？当然就是我的好朋友唐先生，是吗？在这里我要将这首歌送给我这两位挚爱的朋友同埋我的亲人，送给你有以后的你。这一首当然亦都送给在座所有的朋友听。
月亮代表我们的心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